你们好，我是二刘。前几天在小河边制作了一个抓螃蟹龙虾的爱心陷阱，三天时间过去了，现在我们提了个桶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抓到鱼货。哇，一来到小河边发现这个爱心陷阱里面抓到了好多乌龟，还有一条鳝鱼，还有一些龙虾螃蟹，收获太惊喜了吧。这也一条鳝鱼，三个龙虾，一个螃蟹，还有乌龟，现在咱把收获抓起来。没想到有这么多收获，努力终于没有白费。哇，这里面居然有个这么大的乌龟，这乌龟太聪明了，把自己伪装起来差点没发现它。喜欢坏的朋友们点点小红心，稍后咱们开启直播，就在这小溪这边抓获了，资源实在是太好了。哇，满满的收获，哇，这里还有一个小龙虾，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，收获非常的不错。